五行生克，即以劈、崩、钻、炮、横五行生克的道理演习成的对练套路。这是形意拳名师车义斋先生所传，共有六种练法，为国内同类拳种中所罕见，过去密不传人。在这次挖掘整理过程中，由杨吉生老师傅献出。烧结法，烧结练进退，随着对方进攻，用拳掌防守退避，不让对方接近身体。结法练终结，对方出手，即用拳掌击打对方肘部，使对方不能出手得力，其劲力刚猛。画法讲柔顺自然，不使拙力，沾身而画，引进落空，随势而进。拿法，与手即拿，拿中反拿，不让对方得手。结法，根结为打中有固，固中有打的方法，以肩肘为攻防的手段。好手见好手，不准摩擦手，来无踪去无影，不让对方接触手，主要练进退闪躲之法。挨身炮是形意拳演练的全体大用，气力充实于内，动作变化运用于外，内外合一，奇妙而无穷。特点是拳中攻防变化，动作舒畅活泼，打中有固，固中有打，两手阴阳合拳，柔中有刚，刚中有柔，坐腰缩身，空中得势，灵敏巧妙。这种拳也有六种打法，方法同五行炮对练一样。
九套环对练，动作上下手气一气连贯，环环相套，步伐是寸步顶进，以后步带前足的步行为主。这种对练也有六种打法。对杆子也叫六枪点子，是两个人各持一根白蜡杆，用六种方法进行互相攻防的练习。